一提到金星，大家应该都认识。金星是中国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和话剧演员。金星从小就有性别意识，并于1995年进行了变性手术，后参加了金星秀节目，并因敢于直言被称为毒舌。9月9日，金星刚刚在意大利完婚，就现身上海机场。素颜的金星一路笑容满面，气色很好，可见复婚后的金星充满了幸福感。金星手上还拎着伴手礼，相当顾家。金星穿着一身宽松的长裙，戴着墨镜也难掩喜悦笑容，脖子上和手上戴着的首饰价值不菲，很显气质。婚后的金星更是女人味十足，金星还亲切地与粉丝聊天，很随和。日前，周立波在微博上发文大谈娘炮，疑似暗讽金星和李玉刚。周立波称，假女人在电视里教真女人如何做一个好女人，真男人在舞台上吟唱《霸王别姬》，百媚千娇，金星却没有任何的回应。当初金星与汉斯假离婚，也是为了收养的孩子的上学和户口问题，对于这一点也深得网友的称赞。两人选择复婚，金星也真正的实现了自己一直的愿望。或许金星不屑于回应周立波的调侃，毕竟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人，不会揭人短，金星已经完胜周立波。